在临床上，我们发现不喂配方奶的宝宝，比起不喂母乳的宝宝，比较容易有排便的问题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配方奶跟母乳它的成分与结构都不太一样。我们就拿脂肪来说吧，母乳中的脂肪是比较好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母乳中的这个棕榈酸，它是接在 SN2 的位置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构。这样比较好的结构在母乳中占了 70%， 在一般的配方奶中只占了 10%。 那为什么说 SN2 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构呢？因为它可以帮助宝宝去吸收关键营养素，同时呢，它可以减少钙皂的产生，这样子宝宝的排便就会比较顺畅。这就是为什么母乳中的脂肪是比配方奶中的脂肪来得好的原因。我家儿子哦，现在已经1岁10个月了，目前是喝起腹三号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他超爱，那奶奶是他全世界最爱的东西之一，仅次于他的妈妈。第二个就是他肠胃很健康，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出过任何排便的状况，让我跟太太都非常的满意。